那明星这个词呢，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它代表了很高高在上、很不亲民的一个名词。但是现在通过社交媒体这些新型的传播方式，让我们明星跟粉丝之间有更近的距离。那我希望我可以保持着亲民这样的一个词。那以后我希望在时尚还有演艺的路上，给大家带来更加自信的小爽。昨晚郑爽出席了某盛典活动，现场郑爽一身露肩裙，看上去相当漂亮，八掌腰、筷子腿，果然就是小仙女本人了。在致辞的时候，郑爽还说，明星给人的感觉是高高在上、不亲民的。此时的郑爽不知道是不是意识到言辞不当，当时就卡顿了许久。两边的主持人立马瞪大双眼，然后望着郑爽，想必内心也是万分紧张了。不过身经百战的小爽则是顺了下来，这时两边的主持人才舒展开眉头，松了一口气。网友也是调侃了，是被郑爽给吓坏了吧，这反应也是太真实啊。